欢迎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的财富飞飞飞！呜！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主持人郭总。嘿，来看一下投资必修课，练了以后，哎，读了以后就不会休克了哦。好，好，那个休克跟那休克不太一样的。来，哎，0056、0073、0878，除夕前这天买进哪一天？哪一天呐、啊？我们刚才问一下分析师啊，上涨几率怎么样？高达80%，为什么不要87.8%更好？好不好？不能再高了吗？不能再高了，好不好？0056、0073、0878是最红的高股息 ETF 啦、嗯。我们先做个统计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请教三位最红的分析师，每一次来我都是嘴巴都很累，因为我看到他，我都要说重量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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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级的分析师。哎、欸，你们刚才突然带到他，我本来要带陈彦老师的、欸，带错镜头，带错了，好不好？所以已经变共识了，欸、共识了，好不好？对，老师来，欢迎林毅凯分析师，你好，来，好，大家好，这个重，我现在最近有在减肥，应该看得出来吧？有瘦一点哦，有吗？哎呦喂。有，不是因为其实脸都看不太出来，你知道什么、啊？因为你是阴影粉，白涂多一点。我现在涂比较少，现在涂比较少。没有打，没有打，完全就是自己的刮着脸。啊，刮着脸。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好不好？啊、好冷场哦、喔，我突然冷了。怎么一个分析师把那个局搞冷了？不好意思。来，我们小老鼠 WIN16888 林毅凯分析师老师的 LINE。第二位来大美女，好不好？这个选股也是很厉害的。专家营分析师你好，老师，你今天的口罩我觉得我很喜欢，卡哇伊呢。好、嗯，大家好。老师，你对这个00878、0056，你这个 ETF， 你有没有在琢磨一些些？平常可能没有在研究。哦，老师你好客气哦，好不好？好、哦，老师都是选标股为主的，是不是？哈、哦，好、哦，没关系，就是没有研究。哦，老师今天用粉丝的心态来跟老师，好不好？那你请教老师陈彦老师，然后老师是请教你怎么选标股，好不好？小老鼠。WINEER168，周佳颖老师，哈、哦，这个每次开玩笑，闲家会输，专家会赢呐、啊，好不好？周佳颖老师，老师厉害、好不好？好，来来来，第三位来，谢承彦古怪教授厉害哦，没错啦，这个庄家赢，基本上标股这么强，当然看不起我们这些。ETF 的哈，所以他就没有研究了啊，不不啊，他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他标股很强啊。如果买一旦股票20%、30%，需要你好不好？對對對那像我们就是比较没有时间选股，哎、欸，其实来看看 ETF 也不错，也不错哈。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一天，哪一天？就这一天呢、啊？就这一天买进就上涨，对，就是这一天，就这一天，好不好？好不好？张燕老师，好不好？我们 PK 一下 ETF 还是股票啊、哦，都不错啦。各司其主，大家都喜欢的。老师来上来一下，哎、欸，陈老师来，陈老师来来，小老鼠 GP 五，哎，520要来嘞、欸，对不 对？这么开心、啊，这个是可以告白的日子啦，好，可以告白的日子，对不对？好，你要跟我告白的日子，不要看我，不要看我，Coco 啊，好 ，Coco 你也要了。你本来不是必要吗？对啊，哎、欸，你怎么变了？你用你也要这三个字，有点羞辱人哦。啊，这个侮辱性很强、哦。侮辱性很强。对，不是我也要是侮辱性很强、哦。是说你那么多女主持人都要，然后这个你也要了。这个侮辱性很强，不好转，不好转，你不用再转了，很难拗回来、啊。第一个是侮辱性的，第二种你也要是说哇。之前维泰老师也要，你也要哦。第二种是称赞他，哦，第一种是侮辱你，哦，欸、懂不懂？哦，你是说我也要一起排队？对对对，理解理解。我打个岔，维泰老师不要啊。那就是第一种，没来都中枪啊。我不知道讲什么，我没这个意思，好不好？我们请花心跟领带一样的主讲者上台。对对对对对对。抓一把啦，哎呀、啊哦，抓一把，好不好？抓一把啦，再来唱一下周华健的《花心》，好不好？对对对、啊哦，来来来，哎呀、啊，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唱吗？唱一下，不会，我们先请季凯老师唱《花心》你音乐放出来，来，《花心》music。陈绮贞回来，哎呀，花谢花会再开，我们华健哥啊，哇塞，不是华健哥怎么流浪到淡水了？我们今天华健哥，对对对，华健哥最近流浪到化石是比较，你怎么最近吃的是？你怎么变陈雷啦？哎呀，陈雷吗？我还没开嗓啊，还没开嗓。我们给华健哥一点时间。郑老师，你喜欢他唱歌吗？觉得有富有感情吗？对啊。还蛮好听的哈、嗯，是不是？跟我唱歌同水准的，真的不错，真的啊，水平之上了，水平之上，水平之上，真的，好不好？好，哎、欸，到底老师怎么样呢、啊？到底哪一天看标题啊？哪一天买进啊？好，老师，当然这个这一集你一定要
认真看、啊嗯、我讲实在，我当然这一天我们一定有一个日期会出来，好，好，来给你出来，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而且重点是几率达八成，好好来。如果你上涨几率只有20%，我们就不用讲了嘛、嗯，对不对？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哦，只要每一集节目有878点击率创新高，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来讲878，有878，而且我们878会从头串到尾都是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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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
一定创新高，因为有八七八就有点阅率的、okay ，对，所以主讲者不重要啊、哦、，OK 吗？来宾也不重要，所以我们两个可以到幕后，我们就配音就好了嘛。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对对对，投影片放一放，是不是？没有那么随便啊，来看一下、嗯，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股票会有除息大秀，对不对？嗯。可是没想到 ETF 也有除息大秀，先让大家知道哈、哦，除息的，因为有季配有月配，以前都是年配啦。哦，当然年配这种一年一次。感觉很像牛郎织女哦、喔，比较没有那个激情。但现在有季配、有月配、有半年配，实际上每次配息之前真的有行情。我们先来讲一下即将要配息的有哪些 ETF。好，好，第一个5月17号、欸，配息好多哦。哎、欸，你看878有没有？对，00891894900，然后呢18号有没有00760B？ 哦 ，OK。5月19，00775B， 其实蛮多 ETF 都会出席的。啊，是你来乱的哦、喔！哎、欸，今天节目播了又5月16号，我根本就来不及买啊，出席前才买嘞。你问我什么标题，什么出席前这一天买进？不，5月16号、隔壁是5月17号啦。不是啊，啊就刚好878要出席啊，我就想到才要做这个题目，不行哦、喔。啊，出完席就没搞头啦。啊，对啊，不然怎样？啊，没有啦，开玩笑啦，因为季配嘛，还有下一季啊，月配的还有下一个月，好不好？大家不要那么紧张啦、嗯！不要一看到这就开始骂了。你今天心情不好哦、喔，吼，对不对？哦，好好，因为看到你、哦啊。那个，等一下我们到这个聊天室聊一下，好不好？聊天室，聊天室。因为 Coco， 你刚才侮辱 Coco 了，误会，你侮辱 Coco 就侮辱我了。误会他了，误会他了，误会他，好不好？来，为什么？因为你也有排队吗？你也有排队吗？是这个原因吗？没有，没你没有排哦、喔，你没有排、喔。不是因为这样主持人难找了，现在只剩周慧中，不然以为要出来了，不是会跑到别层楼去了？以为出来了。去别层楼了。好，来来，好吧。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除权息行情。这些笑话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哎、欸，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好，每年上市柜其实 ETF 一样要把它拿到的这一个，就是每一档股票也会有息嘛。嗯。它拿到以后，统整以后再分给大家，所以还是会有。好、哦，那一般来讲都是我们讲股票是股票股利跟现金股利。嗯。那基本上 ETF 大部分来讲有现金股利，但股票股利可能比较少。哦、比较少、嗯、这个部分比较少、嗯、大部分还是以现金股利为主、嗯、所以一样会有所谓的除权息行情。现在基本上没有股票股利的 ETF 有吗？几乎没有，就没有，因为台湾股市有发股票股利的公司也很少啦。对、嗯、那我要讲一个重点是什么，我们讲这个说哪一天，对不对？大家 我们做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统计，这个是我们福利社在做节目用心的地方、啊嗯、尤其是来宾非常的用心啊、哦，那把玉凯，玉凯很用心唱歌。对对对，你看随便 Q 就哎，华、欸、健哥，哎、欸、哦，好，没事，因为我忘了要 Q 你什么歌，到底要 Q 我、哦，因为我不是主持人嘛。好，我们往下走。好，哎、欸，没讲完老师，所以这些公布这些高资会有一个行情，一公布嘛就有一个行情，对，好吧。但是我要讲的是說，因为他就赚分红嘛，对，他是赚高股高资率嘛。没错没错。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我们统计一个概念是说，我们去帮你回推哦，就说哎、欸，那我要什么时候买？我真的还可以，就是可以真的赚到那个宣告股利的那个行情。好，回退一下，这个很好不好？这个很厉害。我想问一下玉凯老师，是玉凯老师，你今天这么晚来录影，我也是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你是为了买饮料？没有，这是早上买的。早上买的。对，他应该是放在位置上忘了拿，然后又跑回去拿，然后再跑回来。这个怎么知道？来回比较久，原本到门口来回比较久，对，比较久。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楼层很多嘛，这公司大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公司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常常遇到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对，好，好，我看一下下一个。对对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往下看。那现在，因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这个高股息 ETF 这种除权息行情呢？因为现在投资这个高股息 ETF 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非常的聪明，你看0056规模2008亿，然后00878多少1945亿，后面还有这个高息低波等等，哇，光讲这三个就4000亿嘞，没错。所以我的重点在于说，这么多的投资人，我们得罪不起啊。对啊，好，这个为了我们的收视率、我们的点击率啊，我们好好整理给他们看。是，而且我讲，我们不是随便整理，我不是真的只是为了蹭878这个就是蹭这个而已，好。
就是不止蹭了、啊，还蹭0056，哎、欸，还蹭0056，哎、欸，你怎么知道？还蹭、哦、梗都被你讲完了，啊、还蹭00713，哎、欸，对 对, 對，所以这些关键是记得要上哦。哦，这一集我们点击一定要创新高，够，重复了大概14的，好14，好了，我们继续往下哈、哦。来，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回测。什么叫回测？哈、哦，就是说过去宣告股利，在宣告之前有没有上涨的行情？是，如果有。几率高，我们再来做这件事。看这个几年来、十年来，对，没错，一个绩效，应该是说从它发行以来了。好、哦，只能从发行以来。好，除夕前一天、前五天，对不起，移架一下，前五天、前十天，5、10、15、20，没有。Lina， 好、哦、，Lina， 哦，不好意思，这个节目有点走歪了哈、哦。那除夕前一天、五天、十天、十五天，我们帮各位整理哈、哦。那当然太更久以前，比如说二十天，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你这中间就会有股价的变数哈、哦。那我们来统计一下哈、哦。统计的方式就是发行以来，好，发行以来哦，好，那我们去做这个上涨的几率、嗯。基本上，我们就以刚才你讲前三个这个这个投资这个累积的基金金额最高的这三个00560088跟00713，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哦。好，那我们先看往下看哦，这是0056哈，你看这个从2009年这个时间应该够久吧哈，应该够久。但是因为0056有趣的地方是它就是还是维持年配息，目前还是年配息哦。那年配息我们就统计前一天、前五天、前十天、前十五天，每一年的状况我们就不细看，但是数据在上面，目的是要证明给大家看，我们真的每一年都有做，是每然后前几天都有做，我们不是随便讲。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其实上涨几率大概，比如说前哎、欸，这个前一天也有这个大概70%，可是小赚一点点啊，0.29%啊，这五档那波档那波现在一数嘛吼，哎。这个不得了，这前五天的，哎、欸，这前五天呢、欸，80%，哎、欸，84.6%，哎，对啊，哦，84%，而且有1.12%，这个不错、欸，这不错，1%就不错了，1%就不错，真的不错，因为你有时候有些人买个10,000，你就赚10万了，哎呦，哦，这个不得了、啊哦，哦，然后你看哦，后面其实后面这前几天，前十天，十天，时间拉长了，两个礼拜了，四天，那15天三个礼拜了，哎、欸。这个好像这个几率就下降了。嗯，好，所以最好是什么？是前五天。真的吗？不晓得。目前看起来应该是零零，目前看起来是啊，0056，0056，反正记得0056。好，记起来就是零五天，就前五天嘛。五天，五天，来，哦，五天，拉大拉大，五天，五天。我说，你怎么了？不，我要提醒大家了，提醒大家，你宕机了，那就会记得五天嘛。哦、你宕机了，五天，宕机了，哦、没了，哎、欸，你宕，换你宕机了，哎呀，够、哦、了，赶快，前两个都宕机了、哦、好，我们赶快往下，84.6%，前五天，好不好？好，再来看下一档，等一下，我们结论了，哎呀，哎、欸，恩典都不理我，对、okay, 啊、okay, okay, okay, 欸，好，84.6%，好，那个胜率，几率，然后涨幅1.12%，好，记起来，你看最差的顶多是-1.54%嘛，没错，是不是？但重点是几率很高了，是啊，好，好不好？来，那我们再看高嘛，对，我们再看下一档，来。00878，这个大家都很关心，对不对？嗯、因为他季配，你刚才刁我嘛，说哎，节目播出啊，明天啊也来不及买啊，是啊，没关系，还有下一季、嗯，还有下一季，你注意看哦，前一天几率50%，一半一半、啊，所以不要前一天买啦，没有，前一天不要哈，前一天不要，我们要去算那个安全期啊哈，嗯，那这个00878，你会算吗？你根本不算嘞，哦，对，基本上应该是不用了，对吧、啊？对啊，好，那。00878的部分哦，先什么梗呢？讲不出来，然后想说继续讲好。不是，我想说一讲出来又要被剪掉，想说算了。对，真的被剪掉了，咔嚓，真的会被剪掉。对啊，好，那基本上我们看五天、十天、十五天的几率都差不多落在大概在70%左右，878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好像有它的道理了哈、嗯。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哈。然后这也是五天，跟老师拉远点，五天是剩成70%啦。对，大概都在这附近、啊。可是平均反而跌幅是负的，一点点，反而是前十天比较好，十天好一点。但是我觉得这其中一档而已哈、喔。好，就我们再看下一个哈、喔嗯，再看下一个。前十天，老师再远点，对，不好意思，前十天、前十五天都不错。对，反正不要前一天。现在目前结论不要前一天。好，好，来，再来，00713哦，这个年配改季配了，嗯，好、喔，年配改季配了哈、喔嗯。那之前的这样跑下来。欸、都不要前一天买，对，前一天真的不行，嗯，前一天真的不行，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前一天买，我是不是就可以参加配息？嗯，这个逻辑没错，但是你赚不到那个涨幅，赚不到前一天涨幅，对，好吧，对，那如果前五天呢，前天買可能就跌了。哎、欸，你看这个前五天85.7%哦，嗯，哎、欸，涨多少？0.57%，0.57%，还不错。好，那如果前十天好像也还好，那前十五天呢？
可以到 85.7 哦，这也不错啊，这个也不错啊，这 1.8 不是也不错啊，啊，实在是没有结论啊，没有没有没有，有 5, 我最后综合综合，你帮我看一下，最后综合来综合综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来总比较哈，前一天基本上刚才已经看出来，基本上都不行，对不对？嗯、好，但是呢，前五天这个 84.6 这个七成，这 85.7 那最好有到 1.12 好，那前十五天如果是00878七成可以到 1.36。然后00713 85.7 可以到 1.08 所以如果以 ETF 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元大高股息是前五天、嗯哦、那我觉得为什么元大高股息的时间 会就是 到五天前，为什么？对啊，这么十五天，因为它一年配一次，久了大家都忘了这件事情，久了大家都忘了这件事情、嗯、所以等到很靠近说啊想起来了，所以前五天，我认为是这样。这个奇怪哎、欸，我认为是这样。对啊，但是你去看哦，八七八跟这个高息低波，因为它是季配，每一季都在配，实际上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想要比较早进去卡位。所以每一次反而有。对，所以十五、這個、这个不止前十五天，等于每一年还有还可以用四次。哎、欸、哦，今年用膝盖，安尼袂歹，嘛是这袂歹了。膝盖你啊，你个练巴卡。没有没有，那种月配息每年用一次就比较累一点。啊对，我觉得好，现在这样，你现在讲话的越来越，可能是怕被黄标吧？我觉得你越想东想西，反而讲不好，反而讲不好，你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你有那个有退步了。哎，对，我只能在颜色上面，现在只能在颜色上面下功夫、欸。哎，对对对，哦，其这个功力有下降。对啊，好了，没关系了，没关系，为了节目好了。好、哦，为了节目，所以我跟大家讲，还是专业多一点。如果是连配的话，前五天，对啊、因为到时候专注力大概就这样子而已。说真的，真的啊，如果是季配的话，大家每一季都看，可我觉得可以稍微早一点进场，就80%了。我觉得可以早一点进场，还有可以多赚一趴多，一趴多这个还不错、欸。好，这个还不错，老师好、哦，这个还不错。来，我们往下看。来，那最后帮各位做一个结论哈、哦，0056前五天上涨几率高达84.6%，涨幅可以到1.12%。那你那这个部分，你就前五天进去卡位。那如果你是878或713，我建议你15天进去卡位，好不好？因为上涨几率其实相当的高，所以未来你不只会赚到这个配息，你还有可能，你还可以赚到这个涨幅，好不好？好，很非常好。老师结论已经告诉我们大家了，好不好？你 Q 一下，来，不是你 Q 一下，那是 Q 你了，哎，对对对，我 Q 一下 Q 你。老师，我要问，就是可以真的可以靠这种方式增加获利吗？是获利哦。实际上你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没有没有，不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你不要生气好不好？不要这样，今天火气有点大，好不好？好吧，我先安抚你一下。他问的问题其实题不不，就你讲其实 OK 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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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因为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说，那我除权息之前十五天我买啊赚这1.36，我就卖掉了。是，可是我要跟大家讲，长期投资人，实际上你这时候你可以再加码一些，你可以多配一点，那避免什么？避免。因为很多人说要填全息、你才能完全赚回去，对不对？对。那这时候如果填全息，你还可以比别人多赚这 1.36， 这个我还没解释，所以他问其实问得很好。有吗？我觉得有问题，有问跟没问一样。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毕竟他也是问的嘛。他是问的，哦、对对他我还是给点鼓励。你今天也喜欢上他吗？我们不要一直，因为你刚你刚才那个侮辱性极强，我觉得我要帮他扳回一城。好，好，对对对，伤害性不高，伤害性不高，但是侮辱性极强。好了，对对对。哦，就是老师意思是说，就Coco意思减个合期起来，哎、欸，你什么问题？问题你再说一次。可以增加获利吗？哦，可以的。对对 对, 對，就是这个，他已经告诉你答案。前十五天，前十五天可以增加获利。对，就是你除了配定全息，就是、你定额嘛，那你记得这些东西要在前十五天的时候你再定。没错没错，再扣一次款，好不好？这跟安全期的长度差不多。啊，算一下，好不好？對對對好算一下，好不好？来，玉凯老师，您哎、欸，怎么想法？就是刚好前七后八这样是十五天，没有错。对，没错嘛，對對對安全期没有错，所以我刚才没讲错。我本来想用这个梗，所以我觉得很低级。结果没想到一开始很低级，还要叫别人讲，有没有水准啊？问题是我没叫你讲啊，心有灵犀啊。我刚才前一秒就要用这个东西。哦，你是在挑眉，我想说，哦，那应该暗示我要讲。默契，默契，默契哦。真恐怖的那个连的连接力，好不好？老师，他对于那个。那个算法怎么看？算法，加一老师，加老师啦，拜、啊哦，你什么想法？觉得这堂课有00713吧、嗯？就是除权前十五天上涨机会是最高，然后幅度也最大，嗯、
所以最下面那个比较好。对哈、哦，都没有人讲到，很仔细哦。哦，对，八十五，仔细的开黄色的玩笑，没有注意到数字、哦。看到，数字最高是 85.7 哦。对对对对，而且涨得多，1.8，又高息低波，这听起来不错哈、哦。对，所以15天里面买看看好不好？这是统计啊，过去获利不代表未来的一个绩效保证、啊、没错，但是统计还是有它。数学上非常重要的意义、啊、我就有意义，至少告诉你，你不要每天看这节目、啊、很多财经媒体或者是说盘中连线跟你讲说，哇，今天要除权息，你今天来买来不及，赔、欸、了夫人、哦、可能又折兵啊。我们统计的结果真的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了，好不好？谢谢你啦，好不好？就像一个人花不花心，看统计来说，看领带就知道了。一种颜色，三种颜色，四种颜色，五种颜色，六种颜色，七种颜色。对，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颜色都想要的时候，就把它弄在一起，这样子。好，你最好色。好，谢老师，谢谢，谢谢。哎，噔噔。啊，你觉得对于老师突然也对你也对你这么主动，你有感到受宠若惊吗？一点点，一点点。觉得他今天吃错药了啊。对啊，他今天一定是吃错。不要受到惊吓，受惊吓，我就知道他讲那个，你们两个人家讲什么梗，我都知道了，好不好？实在是太低级了，好不好？来，上涨几率高达80%，所以这个00560、0073、0878出现这一天买进、哦嗯、每一个 ETF 有不同的时间点买进，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学到东西，好不好？告诉我们前一天，不要前一天才买进哦，来不及哦，不然就赚不到那个出圈息之前的一个涨幅喽。那要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好不好？觉得我们节目很精彩的话，也要按赞哦，要留言哦。每周六周五晚间8点上线，135解盘影片，24是教学影片。就完这个，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万年财富费物，大吉大利多，好不好？哦，这个很重要啊，财神爷我都亲自降临了，是不是？玉凯老师唱歌，然后歌神卖鱼买这套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疯狂故事福利社提前告诉你，最重要杀最低，谁有开了这坏毛病，疯狂故事福利社你的财富 free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该如何财富自由，谁能快点告诉我，原地踏步又让机会错过，怎么打呼感觉好像盯着我，最高杀低的经验真的痛，培养纪律掌握趋势 my don't oh I know 看多看多看空春夏秋冬都有人陪在你左右，买就喷买就跳，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疯狂故事福利社提前告诉你，最最高杀最低，谁又改掉这坏毛病，疯狂故事福利社买财富 free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